开始玩的是那个激流金属，激流金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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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种甩吗？甩了吧，就是他以前藏得很，对，以前头发塌地上，以前头发都是甩干的。他们的生活状态不像我们，我们是脑子太复杂了，想的事儿多。他们太简单了，那些人虽然是他们可能在物质方面没有我们的好，幸福指数比较高呢。他们的幸福指数绝对比我们高，我敢肯定这一点。那个怒族是我见过的，我以前以为只有亨德里克斯像这样弹琴，嗯，是他创造了这个侗族，是吧？嗯，是这样的。我去到那儿以后我就惊了，你知道吗？那个怒族就是这样弹，就是对音乐的理解，他们更注重的是创造，就你的音乐有没有想法。年前找不着，今天找着了，今天找着小姑娘，不是我的哟。呀啾啊呀啾啊，扎支秋露啊，不走啦嘞，摘支秋露加不走啦嘞。大家好，这里是猫狗网络电视台音乐新生产，我是张一。那么每一天啊，我们都在城市喧嚣的包围中度过，一切都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可是今天来到猫狗的这几位山里人，他们却不甘依照城市的轨迹生活，他们用音乐传递着爱与抗争。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来自云南的 F4 组合山人乐队。大家好，猫狗山人。咱们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山人乐队的主唱曲子涵。嗯，我是电贝斯手哎勇。我是山人乐队鼓手小欧。我是民乐手小不点。嗯，我说你们从山里来的可以准确吗？这个准确还是准确？准确。大家都是少数民族吗？嗯，算少吧。算少。小姑娘，不是我的哟，可惜了，可惜了，是我的哟，可惜了，可惜了。就是你说小时候一直都不喜欢音乐啊，但你现在做乐队啊。就是我喜欢唱歌，我小的时候，但是我不喜欢去上课的那种学的音乐，就老师教那种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儿歌那些我不太喜欢。你应该是比较早的来到北京开始做乐队是吧？对，我以对之前2004年来过一次录音。嗯，当时有一个乐队叫夸父的。九四年。对，94年来过一次。那时候我还9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他当时是一个零四零四年，九四九四年啊，九四年。嗯，是。当时你当时是鼓手。对，我当时是一个鼓手，我来录了一次音。但那会儿玩音乐还是。是西方音乐的那对，那会儿是玩的是，那个乐队是在昆明挺有影响力的，开始玩的是那个激流金属，激流金属，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种甩吗？甩了吧，就是他以前藏得很，对，以前头发塌地上，以前头发都是甩干的，嗯，穿着皮衣，然后双饰手表戴着，
那会儿就是天气再热都得穿着皮衣服，就得要那范儿，就是皮裤子皮衣服，然后那个靴子那个长就是又找到小时候在腾冲的感觉了吗？对，我们那会儿反正都像皮鞋都像发的一样，每个人都有一双大的那种圆头的那种，就是工作服。嗯，见到我互相点头，互相不认识见到就组织上就自己人，对自己人。不是，我听说是，以前是谁有一个哈雷皮夹克，演出的时候借着穿，对，演出时候穿，就是上面有很多铁钉那种，衣服。小欧就是玩过的风格比较多。小欧是什么风格？最开始的是昆明也算是金属之乡了吧？也不是金属，最开始是那个 Coben 那个比较受欢迎，Ground 对，一开始。你看我一到那个夸父的时候，那个乐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是玩激流的，然后我进来以后就加了，就开始变了风格。我说这样玩的话没意思，老跟别人学那个，起了山人这个名字以后就变了。那时候的乐队的名字叫不叫山人？叫迷茫的迷，就是追是追累了，然后我觉得有点迷茫，最后进山吧。以前你那个身上都是钉儿，但现在我看都是绣的小星星，越来越猛老了嘛，老了，荷尔蒙已经不多了。
咱们先说说左脚掉吧。左脚。嗯。左脚嘛，是因为当时我们去采风了。去哪儿啊？去那个楚雄。楚雄。楚雄。对。也是云南。对对对，楚雄。他们当地的那个，就因为在彝族地区，音乐和舞蹈是分不开的。嗯。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他们那个唱歌不像我们唱歌啊，还没有那么纯粹。他们唱歌是没有任何目的的，你知道吧？就是玩，高兴。他们只要是在他们那几个节日里面，唱歌是要连唱三天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跳唱是吧？是一直要到第二天，一个整个晚上都是这样的。累了以后歇会儿，换一波人，然后又开始那个也。就比如好几个乐队嘛。对。就比如像那种像那个像音乐节一样。他那个没有任何目的，但他们这种是全民都参加，对，全民都参加，对，嗯，就每一个人都是音乐家，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唱，都会跳，包括那些小孩也会跟着一块儿，他们这个整个是一个生活里面的一部分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当时我们还是比较感动，嗯，并且像他们那些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不像我们是脑子太复杂了，想的事儿多。他们太简单了，那些人太简单。虽然是他们可能在物质方面没有我们好，幸福指数比较高呢。对，他们的幸福指数绝对比我们高，嗯，我敢肯定这一点。那你们现场的这种舞蹈啊或者舞步是也借鉴了他们彝族？就他们的，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就是特别是那个怒族的这个另外一首歌叫怒族情歌。怒族情歌就是我们去了拉姆登那个地方。拉姆登在哪？在怒江。在怒江。怒江大峡谷。他们是为什么叫怒族？是他们是最原始的那个居住民族，后面才去了其他民族。他们最原始的居住在那儿，就是那个地方最古老，差不多应该有一千年以上了。原住民，然后他们在怒江待了一千多年。然后后来那个叫什么傈僳族，嗯，又去到那个从西藏那边吧，好像下来。你们怎么找到这种地儿的？不是，就是云南嘛。嗯，都了解，都了解了一下，对对，了解了一下。嗯，他们是那个怒族是我见过的，我以前以为只有亨德里克斯像这样弹琴，嗯，是他创造了这个动作是吧，嗯，是这样的。我去到那儿以后我就惊了，知道吗？那个怒族就是这样弹的，他绝对没有不他 连昆明都没去过，都没去过昆明，就后背着弹琴，对，就这样背着弹。他们跳那个舞的时候，然后并且他那个状态整个状态，因为他们住在那个山顶上嘛，嗯，就是特别高那个悬崖，嗯，那个山顶上跳舞那个状态就是太自然。他弹琴的时候就直接是看天，根本就不看。不看脚下吗？在悬崖边不看脚下。没有，他弹琴的时候。没，不是，就是说他们居住在那个山顶上，但他们有块小平地，你知道吗？但其实他们的世界就大部分还是天。对。所以他们可能仰望的是他们的世界。在山上的怒族和山底下的傈僳族性格完全不一样。傈僳族就比较压一点，他那个整个性格都受到影响。但是那个怒族整个是开的。特别开阔，特别开。他们住那个地方有很多是原始的那个状态，就是草搭的，你知道吗？所以住在山脚跟山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嗯，性格完全不同。所以买房子买一楼还是买十二楼买顶层也非常不同的。预备起。
我听说去北美进行巡演，还参加了两个音乐节，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们出国的那个经历？他们已经过了工业文明了嘛？嗯，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认识。嗯，工业文明后期已经过了，然后他们的演出形式也在转变。嗯，基本上每个乐手，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很专业了，就说是很多音箱都是自己带。就是他们的演出现场也不会提供这些设备。不，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有些地方。但是他们有这个习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设备，甚至有自己的录音棚和工作室。嗯，这个是他们发展到一定阶段了。你说国内现在的这个乐队的话，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就说反正去美国，我们几个感受最大的就是所有的演出的地方。然后后来我们回想一下，在中国，我觉得中国的设备挺好的，其实不差，中国设备一点都不差，真的不亚于他们那边相当有名的一些酒吧的一些 live house。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的确是在很多方面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是整个意识好，嗯，他们的硬件设施并不是有多么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包括音乐节，像我们在西班牙那个音乐节是很大的音乐节了，他们的设备也没有，其实国内的音乐节设备不差。你说的意识是指他们的观念吗？对，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还有技术，各方面的技术，对这个还是一个，因为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出的嘛，你包括像话筒啊、调音台都是他们出的。就是其实他们很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个声音，对，或者我是不是要这个声音，对对对，对吧？就不是为了就是出个声就对就可以的那种。他比如说最简单一个，就是对音乐的理解，他们更注重的是创造，就你的音乐有没有想法，你的这个音乐。从音乐的概念上，你的音乐是不是有创造性？嗯，中国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追求技术的后期。嗯，就是说很多乐队是尽量的把音多弹，知道吗？本来这一个音特别难，尽量给它编难一点，这是不对的，就是我认为是音乐不对了，是一个误区。这是从音乐它不是一个杂技，你知道吗？嗯，我们以前也追求过，我也是过了那个阶段，每天八个小时，每天八小时，就那种拼命的练。就练尽量的多弹一小节里面多弹音，现在是尽量的少音，要少。他们的观念对简单是比较重要的，但简单也是特别难的，简单因为简约也代表要准确。对对对对，所以说以前是加法嘛，现在必须得做减法。嗯，当然就是我们对民族乐器还是有感情，因为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乐器已经没有年轻人再愿意弹和学还有唱这些民族的这些音乐，没有人愿意了。现在都是最炫民族风什么的，是吧？但是你在云南那些少数民族地区，你去看去，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这些东西，好多乐器在那个没人会做了，然后也在失传。嗯，然后他们更愿意唱的是港台那种歌。
两把你那个大家家一个恩夸夸一句那个胖海沟吓着了我的马脚求求你呀们胖海那个我吓着我的脚一句个胖海八十九那些就是都不怎么穿衣服，反正，然后我最怕的是那个鸡，你知道吗？嗯，有那种鸡，就是猎人家里面养的那种野鸡，尾巴可能有那么长，尾巴，嗯，特别漂亮，那种花的，全身都是，嗯。我就小时候就被那个东西咬，一直被那个东西咬，被鸡咬，所以我现在一直怕鸡。胡子说：“我像不像电影？像那种公路片的感觉。”对对对对对，住也住在路边那种，我们也住，对，住在那种汽车旅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同一个演出现场吧，我看到一个60岁的老人，一个20岁的小孩，能叫小孩吗？20岁，然后演出完以后，他们能交流同一种音乐，没有代沟。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有没有一些乐队或一些观众过来跟你交流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者他们的反响？嗯，听不懂，就是各种动作，只能靠肢体了。呱、嗯！这次去还是比较欣慰的，说实话，就是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喜欢我们。大家要看我哥。那个胖孩子包